1月8日有媒体曝光近日尹恒在某剧院参加音乐剧演出的视频，视频中尹恒身穿黄色小袍子，头戴红色发带，满满的民族风，尹恒在台上蹦蹦跳跳，活力十足，显得十分可爱。杜江和霍思燕也到现场观看儿子演出，演出完毕后还与大家大方合影，也是很支持儿子的演出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